检查啥？摁呢，开始录像。那我就切图片。然后对麦克风喊句。哈喽哈喽，麦克风在那里。对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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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然后关掉那个录像。啊，可以拔了。可以拔了。对，然后放电脑上去播这个。看一下那个音量有没有打开。最近录的应该是哪一个？没有声音呢，把音量打开。调到最大。啊，后面应该有我们的声音呢。